好纠结哦。贾酷哥，弟弟怎么了？贾酷，你看我们都不要理他，他就是贾酷。你不要理他，你不要理他。你看我们这个。好，姐姐不要理他，看看。不理你了。不理你了，不理你了。不理他。贾哭。哎，贾哭。好 Q 啊！贾哭。好纠结哦。贾哭。贾哭。我怀疑，哎呦，假哭，哭，哎，你怎么了？那是我在绑头发的，他在旁边，哈哈，真的是我绑头发，假哭然后就丢掉，什么意思？还会一直吸一口气，丢！为什么气啊？啊！你这个眼，你这眼，哭！还没有哭到啊！我应该是冷的。丢！等一下，大哥是做绑头发的，他什么都会丢啊！这件，这件给他。他要指定的。没给你这样当。他再一次丢了，我们都不要笑。超可爱的。